好，美女，能帮我拍张照片吗？啊，好的，好的。奇怪啊，明明两个人认识，为什么还要让别人拍照呢？三、二、一，不好，可能有危险。孩子啊！你是不是在抢我手机？不想清楚，别想走。叔叔把孩子还给人家。小屁孩，多管闲事，闪开！孩子，还我孩子！阿姨，我的孩子，那个是我的孩子呀。放心，跑不掉。你先把手机给我，我打个电话。爸，就看你的了。阿姨，赶快报警！好好好。这是陈。在一瞬间，有一百万个可能。孩子。向前走，或者继续。大哥，谢谢你啊。没事。可是你们是怎么把我的孩子找到的呀？这里得问他了。当我发现事情不对时，就发出了求救信号，并趁他不注意时，把手机放在婴儿车里。爸爸收到信号后，跟着定位就找到了。至于他怎么要回孩子，那你得问他呢。原来是这样啊，真的太谢谢你们了。我是小声哥，喜欢我记得关注我哟。